他们青春挥汗，看他们无所不听。我一直都没有讲过累，所以这次让我比较感动，比较窝心。没关系，不要拍嘛。记录一段阳光岁月，最奇迹的夏日。周日下午1点，教育影展《奇迹的夏天》。教育影展精选佳片，来自新加坡最卖座的喜剧电影《小孩不笨》。我不问。谢。吴立鹏，快到现场！刚才是谁推谁跌倒？这不是我妈妈。11月9号、12号，陪你一起用欢乐的心情探讨小孩的教育问题，切勿错过。教育影展精选佳片，让你热泪盈眶的经典国片《鲁冰花》。如果古阿明在去年就能参加比赛的话，他早就拿第一名了。我没被选上，不对。11月13、14，陪你一起用怀念的心情欣赏这部文学作品，千万别错过喽！教育影展精选佳片，新奇的法国动画，让你领略团结力量大的大雨大雨一直下。也许地球上就只剩我们还活着，把他们统统吃掉。空姐，原来他跟鳄鱼是同伙的。他们还在吗？滚远一点。11月15、16，乘着诺亚方舟一同去冒险。